Attention, deux calvons. T'es nouillé.根據總部嘅指示，派嚟呢度嘅有個處長、一個沙展、一個散仔。PC 5726黃小明，1987年喺警察學堂以一級成績畢業，請多多指教。PC 1627老賢，1947年警察學校一級成績畢業，當差20年未拉柴，所以係一柴，可以指點你嘅入專項，可以專項就即刻轉行。 多谢前辈指点，多谢前辈鸡蛋。唔好前辈前前辈后，人哋背后叫我老爷，当面系叫我老爷。老爷，你食咗早餐未啊？未啊。你食鸡定食鸡蛋啊？梗系鸡蛋啦，啲鸡啱啱生完蛋，你劏咗佢啊，存咗去仲边有鸡肯生蛋喎？嗱，喺市区度做差人，可能要记住十几条禁忌。 不过系西湾呢度做差人，禁忌只有两条。哦，边两条啊？啱啱犯咗第一条，好奇。如果我系好奇嘅，第一个问题我应该会问，点解西湾又叫猛鬼湾啦？啱啱又犯咗第二条禁忌，讲鬼。鬼？
你食咗早餐未啊？未啊。哦，咁你食啦，啱晒你啊，因为有晒你啲口味喺度。仲食得落咩？村长，你唞顺嚟先讲，咩事啊？沙滩上有条尸，冲咗上嚟啊！原来浸死个样咁核突噶，有咩发现啊？死者系女人嚟噶，你阿妈嘅女人啦，咁叫发现咩吓？你头先讲咩？讲多次。你阿妈嘅女人啦，咁叫发现咩吓？啊，木板，冇错。由今朝啊，你哋擘大眼嗰秒钟开始，我已经系西湾警署嘅处长。Attention。起尸167老严报道，起尸5726黄小明报道。讲，你阿妈就系女人啦，咁发现系死者系女人，咁叫发现咩？死者系女人，我阿妈又系女人，但死者唔系我阿妈，咁算唔算发现啊 ？Sir， 乜你阿妈又系葬身大海，到依家仲未反上嚟咩？啊！擘开口睇下。要你啊！见到啲乜嘢啊？条脷啊！口里边啊，梗系有条脷噶啦，废话。佢满口泥啊！满口泥即系话死者系喺水里边浸死，唔系死咗先至抌落水。阿 Sir， 呢个发现好重要。当然。使唔使咁擦鞋啊？唔系擦鞋，呢个发现的确系好重要。因为死者如果系死咗至俾人抌落水嘅话，即系俾人谋杀，然后弃尸大海。如果是谋杀案的话，根本就轮到你这么级数的人去插手。我没想过要插手啊。我命令你插手，即刻去东湾派条船过来，将条死尸运去香港的殓房，然后顺手拿埋个验尸报告回来。Yes, sir。浸死嗰阵系咪好辛苦嘅咧？死咗之后，佢哋又会唔会变鬼咧？哇！如果而家变鬼，我咪好大镬。我唔系咁得人惊啊嘛！唔系，你啲头发难睇啲啫。呢啲嘅禾杆冚珍珠啊，难睇嘅头发下面有个充满智慧、学识同埋理论嘅头脑。My name is Queens， 首席验尸官陈大文，你叫我坤西得啦。我系 PC 5726黄小明，系跟西湾嗰单 PBF 嘅。你当我差有几耐啊？我啱啱喺学堂毕业，今日系我第一日喺西湾警署翻工。咁即系话呢条系你见嘅第一条尸咯？都唔算噶啦，我老豆死嗰阵，亲人你嘅遗体唔系叫尸。我话你呢条系第一条尸，系第一条尸。我睇嘅有睇错嘅咩？系第一条。尸分几多种啊？太复杂嘅嘢我唔知噶。尸咧就分全尸、新尸、碎尸、干尸同埋腐尸。你知唔知浸死叫咩尸啊？僵尸。啱一半，浸死嘅尸因为全身无限制咁冲水，所以发胀，列为胀尸系啱嘅。但系唔好忘记，如果浸得太耐，尸身一样会腐烂，有时随手一掹，手皮就好似手套咁掹咗出嚟啦。唔使惊，呢啲唔系手皮，系手套嚟嘅咋。我再考下你，如果吊颈死嘅列入咩尸啊？坤世医生，讲翻我送嚟嗰条尸啊。你送嚟呢条尸，肺部同胃部大量积水。口鼻喉大量积沙，身体并冇表面嘅伤痕。
昆世医生啊，我想知份报告几时得，我希望尽快离开呢度。官方定私人噶？乜验尸报告都有私人嘅咩？有啲死人讲出嚟都冇人信，我会另外写一份私人嘅报告留翻俾自己睇嘅。有啲咩讲俾人知都冇人信噶？嗱，就讲我啲头发啦，出入雪房多先至会变，近得防腐剂多先至会变白，又譬如讲翻验尸报告好唔好啊？你带嚟嗰条尸，官方嘅报告我会写死于意外，致死嘅原因系浸死。至于私人嘅报告，我会写谋杀。谋杀？谋杀佢嘅凶手系水鬼。吓、啊？好，好嘢，唔笑，证明你有啲慧根，知道我唔系发噏疯。年青人，我喜欢你。水鬼系点嘅样？系咪真系好多人惊嘅咧？喂，做咩？咩事啊？冇事，冇事，冇事，发白日梦啫。唔好再幻想，唔好再幻想。老爷，你信唔信你水鬼噶？唔信烧呢啲嘢嚟做咩啊？唔通开野火会啊？喂，水鬼唔知点样嘅咧？唉，同你讲过，日头唔好讲人，夜晚唔好讲鬼啊嘛。讲鬼会点啊？就会见鬼咯。喂，我唔见啊，咁你见唔见啊？梗系唔见啦，我哋时运高啊嘛。时运高，你讲俾我听啊。唉，听日先讲得唔得啊？而家讲咯，怕咩啫？你话过我哋时运高噶嘛？听啲老人家讲。做水鬼好惨，日头太阳猛，就好似浸咗落个油锅度咁，身烧火起。到咗夜晚，日头收咗，啲水呢又冰寒透骨，落雨仲惨，好似万箭穿心。爱人，你死得好惨啊！咩声啊？咩声？咩声啊？咩声？边有嘢啊？喂，啊、喺度笑咩啊？哦，烧啲溪钱俾只水鬼啫嘛。水鬼咩水鬼啊？阿 Sir 啊，系法医官同佢讲，呢、這个湾有水鬼掹人落海啊。水鬼，戆居！我今日饮成晏昼水啊，等到皮都巢埋啦，鬼影都唔多只啊！水鬼，如果真系有水鬼，你仲喺度放粒屁？你啊，落水，即刻落水！咩事啊？证据，我要水鬼嘅证据。算啦 ，Sir， 黑麻麻，听日先啦。今天的事今天做。好危险噶、啊。危险？连你都信有水鬼啊？诶，佢唔识游水噶，叫佢落水有冇水鬼，佢都死梗啦。咪住咪住，喺讨论我落水死唔死梗之前，大家搞清楚，如果要落水办案呢，系水警做嘅事嚟嘅。好、哦、水警啊！哎，无端端得罪上司，你时运都唔高都去边啊？我时运唔高，唔通低啊？警察生涯是一个噩梦，早上迎接我的。是一条发胀的女尸，下午陪伴我的是一条又一条的全尸。哦，殓房，你的名字是恶魔。哦，雨房，你的名字真好啊。大家都是房，为什么差别这么大？一个吃奶粉长大的男孩子，一个从未接触过雨房的男孩子。哦，上帝，为什么你要让我在殓房度过下午呢？还是要我认识那喜欢胡言乱语和汤尸的昆西医生吗？难道我真的时运低吗？低到可以见鬼
是水鬼，不是，是女鬼，也不是，而是见我的大头鬼。其实世界上应该冇鬼嘅。老爷，是你啊？你度发咩神经啊？我俾你吓死啊！我俾你吓死啊！真啊！你行入嚟冇声嘅，我以为你瞓咗嘛？点知你鬼鬼祟祟喺度做紧乜嘢啊？你喺度做咩啊？我你唔好话俾我知见到乜嘢啊！就算你见到乜嘢，你都话唔识我啊！费事佢嚟揾我啊！做到啦！啱啦，我扯斜佢，扯斜佢，我斜斜斜斜斜斜斜佢。王小明，你真系可爱。我会保护你，我不会被人伤害你，亦都不会被任何人喜欢你。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啊？梗是知道村长扯旗嘛，你神亏的，你自己没得扯，你来这里扯。今日风平浪静，水不容波，电视台天气报告个公仔啊，都系掹枝花吹口哨噶。天文台唔加机噶，你嚟呢度请我嘅？哎呀，村长你有所不知啊！知你个头啊！你知唔知今日系礼拜啊？几多人嚟游水啊？哎、我哋净系得礼拜六同礼拜做啲生意咋？你而家扯红旗，想靠害我哋啊？你咪缩咗啊你？唔系啊，因为个海有水鬼啊！哎呀，佢真系缩咗啦！黐紧你，乱噏廿四，快啲放翻张旗落嚟！村长，为咗公众安全，我有权扯红旗唔俾人落水噶。为咗大家嘅肚皮，我身为村长，我有责任落咗支红旗。村长，你听我讲啦，讲你个头，扯！我叫你拉屎啊！扯啦！嗱，如果你再系咁，我可以拉你噶。拉我？不如我拉你啦！唔要嘛！喂喂，我翻嚟叫你，放手！喂，放手！放手啊！老爷。老爷，哎，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喂，咩事啊？老爷，同我锁佢入间房一日。喂，差人唔可以立面踏入监房噶，仲要我踏差人，用咩理由？佢乱咁扯红旗，破坏大家嘅生意啊！哎，咁入唔到罪噶。嗱，大家听我讲。听你讲，你听我讲啊！佢非礼我啊，佢入监啦。四婶，报假案有罪噶。四婶，乜你咁搏啊？咪理我啦，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，你要锁佢啦！锁佢，把我夹紧。发生咩事啊？我俾人非礼咯。你俾人非礼？做咩用咁嘅眼神望住我啊？你做咩噶？我系差人。咁都唔可以用咁嘅眼光望住我老婆噶。我眼神好怪咩？唔系怪，系唔信我会俾人非礼嘅眼神，系侮辱嘅眼神。讲真啦。我真的不相信一个女人被人非礼完之后啊，仲会好像你咁精神奕奕、容光焕发嘅。咁你被人非礼过未啊？从未。咁你点知道女人被人非礼过之后啊，唔会精神奕奕、容光焕发呢？哼！如果我好像你咁样都有人非礼啊，我点知容光焕发啦？仲松毛松翼添啊！哎呀，你死死啊！死死啊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冇打啦！冇打啦！乜嘢事？乜嘢事咁嘈喧巴闭？乜嘢事咁多人？恩 Sir。呢班人搞出三单企事，第一单就是阻差办公，第二单就是差人非礼女人，第三单就是女人打差人，仲有一单，呢班人集体非礼我。哦，咁仲有一单啊？佢砌我啲生猪肉，放喺司法公正，仲有一单，诬告差人。如果你唔秉公办理咧，我告埋你噶。仲有边个冇 case 嘅？我同我一个月嘅混杂间房。有咩理由啊？收声。
嗱，除咗差人，所有人嚟我差馆，当咩事都冇发生过。老爷，唔准讲数。唔准报案。老爷，唔准多事。唔准你望我，我望你。走啦，走啦，走走。一个跟哥。唔准走，我可以走啦。全靠你俾人非礼咋，仲快啲多谢师姐。唔使客气啦，呢个世界咧有两种人，一种咧系解决麻烦嘅，另外一种咧系制造麻烦嘅。冇我哋制造麻烦嘅人存在，你哋解决麻烦嘅人边有存在价值啊？喂，哦，喂，啱见到靓女白沙展，系做事认真，做人认真，系。唔講得少，係睇唔起男人，係哇，空手道黑帶，搭膊頭會鬆爭，攬腰即死，係哇，好多謝關照，冚唪唥清楚，多謝。係咪九龍總部我舊 boss 打嚟噶？係，歡迎歡迎白小姐參加我哋西灣嘅大家庭。Thank you, sir。喂，即刻帶白小姐宿舍。Yes, sir。女人当差有乜前途啫？女人最好揾人嫁，揾个大树遮阴，最后凡生个仔咪过一世咯。你咁讲啫，算就我咯噃。哦，唔系，我讲笑啫。讲笑？讲笑会令你升职嘅咩？讲笑会令你发达嘅咩？哇，你真系唔讲得笑喎！我根本就唔讲得笑，我讲嘅嘢就系要做嘅嘢，讲得出就做得到。咁你有咩做唔到噶？冇，对我嚟讲冇嘢做唔到。咁啱啦，我今朝成朝扯唔到期，唔该你帮我扯期啦。你冇理由做唔到噶。究竟我讲错咩咧？为了推后永客门的死期，我满腔热诚的去扯红旗，换来了责骂、侮辱。哦，你们去死吧！但整天都没有人死，死了的只是我的尊严，凶手便是那掌掴我的女人。我只是请求他扯旗罢了，难道救人性命是错的吗？没有错的我，失去了尊严的我，怎可以让那掌掴我的女人逍遥法外呢？我会同你报仇。我放我刮咗我爸，你好彩啦！如果我咁样都入得你间房嘅，我就唔会净系刮你一巴啦。系你好彩咋？如果你一丝不挂我房度，我就一枪打落去。啲女人咁唔讲道理咧？对不起，你俾我感觉是非礼咗我够松啊！你做咩啊？我强奸紧住基本白饭，奸时奸啊！唔好搞到通台都系，知唔知道？对唔住，地下仲有啊！哇，连食饭都充满色情意识嘅，白沙展。你同佢住埋一间宿舍，好唔怪系嘛？冇法子啦。唔系冇法子噶，不如同我住啊！你讲咩啊？冇啊，我嗰边住间房啊。咁点我去住啊？唔好唔好，
当晚宿舍咁好环境，应该俾啲前辈享用嘅。老爷去住啊！哎呀，白小姐，你去住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冚唪唥唔好住，俾鬼住啊！请问黄小明喺度吗？喺度。我终于都揾到你啦！你知唔知啊？我揾咗你成几个月噶啦，个个都唔知道你掉咗去边。我初时仲以为你掉咗去搜证自保添。你见翻我开唔开心啊？唔好问啲咁难答嘅问题好唔好啊？系啊，人有时真系好难了解自己噶。唔好咁问题啦，前面嚟紧嗰班梗系啲学生啦，系嘛 ？Mindy， 嗨。呢一位是王 Sir， 是我半年没见的好邻居来的。Miss， 原来你叫我们来这里露营是有目的的。千里寻亲呢。Miss， 你男朋友来的。不是，普通朋友，普通朋友来的。搞定了，一起游水了。咪住咪住，我以皇家警察身份向各位同学忠告。唔好食烟，唔好饮酒，唔好赌钱，唔好乱搞男女关系。你就想搞男女关系啊？你唔好乱咁搞男男关系啊！唔好游水。咩话？唔好游水。点解唔好游水啊？吓？因为细温呢几日发现红潮啊！红潮系咩？唔知啦。除咗红潮之外，仲有最毒嘅蓝魔鬼、红魔蓝白炸。唔系啊！除咗蓝魔鬼同埋白炸之外，仲有鲨鱼啊！哇！你咁夸张，都唔知信你好定唔信你好啊？其实嚟旅行除咗游水之外，仲有好多嘢玩噶。信我，唔好游水啦。我自己啊，都好想落水玩噶。但系呢个海实在太麻烦啦。哇 ，Sir， 你讲到海咁恐怖，咁我系点啊？咁点啫？冇发姣啊！唔姣咪唔姣咯。不如我哋玩时间狼啊！我而家就放一份信报入去，希望1997之后呢份报纸仍然能够好似今日咁为香港市民讲说话。我咧就放呢张乱咁画嘅地图落去，希望咧1997之后咧，人哋以为呢张系藏宝图，揸住去周围乱咁搵乱咁拆啲宝藏。哇！乜你咁大整蛊噶？嚟紧啦，好啦，多谢咋。小明，你准备放啲咩入去啊？我将呢啲日记放入去。希望呢两日发生嘅事唔好藏埋心底，藏埋箱底。呢两日发生过啲咩事啊？冇嘢。人生冇几多嘅十年，希望大家好好地咁过呢以后嘅十年。十年之后一齐翻嚟开呢个时间锦囊啦。等埋啊，等埋啊，咪攞住啊！喂，唔好落水啊！放心啦 ，Sir， 我攞翻佢翻上嚟噶啦。望住个心口啲嘢烧唔熟噶，太过闹烈，睇住啲嘢嚟烧啊！
大树菠萝、菠萝、地满菠萝、芒果、西柚、日本温室蜜瓜、台湾西瓜、泰国榴莲、山竹。好嘢！有件事，吴总冇问你咧？问啦、啊。你知啦，嗰样嘢同你做之前从来都未做过噶，所以。所以你好后悔咧？有啲啦，我好后悔，点解咁迟先做？咸湿。喂，你系咪又系第一次啊？嗯，唔话你知。喂，讲我知啦，你系咪第一次噶？我唔识分噶。我写低咗嗰晚做过一切嘅嘢，放咗粒时间囊度。十年后你咪知咯。诶，轮到你玩啦。大树菠萝，菠萝。唔好咁乸啦你。曾经能共你相拥舞千百遍，如今长夜里梦会真真的伤口又似场梦难拒，甜蜜是万分美照，几许会惊艳如是微思梦似有变，人已半醉，此笑终早倾心，随声写意摇动。你与我今晚肩靠着肩，已是已默默情牵。如仿明月的烛光与灯也转，迷惑在你的眼波中。初恋多少次轻碰撞，愿知情事已荡漾。人已半醉，此笑终早倾心，随声写意摇动。你与我今晚肩靠着肩，已是已默默情牵。好嘢，我翻宿舍瞓。明月的烛光与灯也转，听日见啦。迷惑，喂，起身啦，起身啦，快啲起身啦！喂，快啲起身，快啲起身啦！肥仔唔知喺边啊 ！Miss，Miss， 肥仔成晚都冇翻过嚟啊！点啊？点啊 ？Miss，Miss， 点啊 ？Miss， 肥仔点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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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肥仔啊，肥仔啊，肥仔，肥仔，卡文啊，去嗰边揾啦，肥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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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喺边度啊，肥仔，肥仔，我谂肥仔唔喺呢度喎，都怕系啦，我哋分头去揾啦，不过你唔好去咁远啊，好啊，肥仔啊，肥仔，肥仔，肥仔。肥仔啊，真系冷静，去咗边呢？肥仔，啊！
流流嘈劝花币，失踪未够24小时算失踪咩？我有分数啦。阿 Sir 啊 ，Miss Wong 都唔知去咗边啊。哎呀，唔好嘈啊！嘈到我心都烦晒啦。喂，嗰度好似有嘢啊！帮手啊！哦，嚟嚟嚟，肥仔啊！肥仔，肥仔，肥仔啊！肥仔，肥仔，肥仔，肥仔死咗啊！肥仔，肥仔，肥仔啊！肥仔啊！肥仔。冚唪唥唔准喊啊！我仲未死。吴七二六，我拖嚟屎花殿旁，请个乱方翻嚟。Yes sir， 你冚唪唥今日翻差馆落咗工，跟住冚唪唥翻香港。阿 Sir，Miss Wong 都未揾到。傻嘅咩？佢仲系细路咩？你惊我学佢啊？听紧我葡萄噶啦，唔得。肥仔。没有错的我，失去尊严的我。怎可让那掌掴我的女人逍遥法外？咁我咪打错咗佢。估唔到真系有水鬼。都是做定啲準備功夫嘅。喂，老爷，小明啊，仲未揾到 Miss Wong 喎。系啦，人又未翻，电话又冇，要唔要报警啊？黐线噶，你系警察嚟噶嘛？衰咗，我讲错嘢，咁天光就算啦，吓，系咁先啦。乜喺度嘅？你去边度啊？我哋成日揾你啊。系咩？你哋真系成日揾我咩？你唔知嘅咩？我乜都知，咁你又知唔知啊？知咩？我系几咁爱慕你。知唔知？知唔知道啦？呢个时候唔好讲埋啲咁嘅嘢。夜半无人私语时，而家唔讲，几时讲啊？你知道吗？由你烧衣俾我爱人嗰晚起，我就对你留下深刻嘅印象。烧衣俾你爱人，可能你觉得我好花心，但系阴曹地府，生活简单乏味，唔搞下啲男女关系好闷噶嘛。我唔知道你讲乜嘢，不过我从来冇觉得你花心啊，相反，我觉得你太痴心啦。系啊。我是好痴心的，仲好痴身添。哇，乜你？你做咩？你当我手指系糖啊？我当你成个人都是糖啊！喂，有人啊！有人唔理，有人都唔理啊！唔系你，真系有人，一阵电话，一阵电话吓。嗨，嗨，唔好意思打搅晒。哦，唔打搅，唔打搅。咩事啊？哦，红豆沙俾你嘅。俾我嘅？嗯。对唔住啊！对唔住？
你同我讲对唔住？哦，你攞去食咗佢啊。嗯，咁嘅，我睇咗你早两日嘅记，知道怪错咗你，所以哦，对唔住啊，我咁样对你，知错啦咩？你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啊。你真的不肯原谅我这个杀人凶手啊？杀人要填命的呗。那谋杀尊严要赔回什么啊？你谋杀尊严。不要就推我。当然要赔回尊严给我。那人家特登煲糖水给你吃，又跟你 say sorry， 那你还不算失尊严啊？不算，有牌都不算啊。那怎么算没尊严啊？无端端俾埋粒老石餐劲嘅，咁就差唔多啦。贱格！我杀杀杀杀你个尊严！啊，你喺度等等，我去揾老爷吓，你自便。你閂住！我问你，你系咪好中意佢？听唔到啊！我问你，你系咪好中意佢啊？我系咪一定要答你啫？系，一定要。哼，我嘅私人感情问题冇必要公开啊！咁你凭咩同我争啊？争？哦，原来佢以为我中意黄小明。爱情的嘢话嚟就嚟，话去就去，不是话靠争就可以成事的。哎呀，听到得戚成哥的样子，搞到跟我争添啊，够唔够胆同我咬下手瓜啊？我对任何运动都好有兴趣。你嚟啊！你用力啦！同我斗输咗咧，点可以招定输赢噶？点睇啊？死物嚟噶！你怎么动手打人的？我怎知打你啊？为什么会这样的？我不是有心的，我不是有心的，我杀死人了，我杀死人了。凭你可以杀到我？啊？还不过来执回个头？起身啦！仲瞓喺度做乜嘢啊？你睇下你个样几忙，吸翻正佢先。有本事再嚟过啊！你咪人，你咪人嚟噶，你系鬼嚟噶！鬼呀！啊！冇啊！冇啊！死八婆，同我得？得志嘅，得志嘅！我要顶你个肺，顶你个胃，打到你冇得争。
喂，你两个做乜嘢啫？做咩打交啫？唔系打交啊，系佢打我，佢唔系人嚟噶。你知唔系人啊？打成人哋咁。哎呀，有事慢慢讲，唔掂咪讲到佢掂啊嘛。同鬼讲，有得讲咩？鬼同你讲啊，打到人哋咁伤。唔好喊啦，你又系嘅，明知自己凶手到黑带就唔好随便出手嘛。系咯。咩随便出手啊？我头先出脚踢甩佢个头，佢都搏得翻噶。哇，你真系大话西游喎。系啊系啊，一脚可以踢甩人个头，你踢啊，你踢啊。你唔好乱嚟啊！唔得，我要证明俾佢哋睇。哇，你唔系啊嘛？你哋睇到噶啦，佢鬼上身，你哋要小心啲。你哋真的信佢唔信我啊？哎呀，点信你啊？无情情踢人一脚，所以话女人打交仲狼过男人啊！嚟嚟嚟，唔好喊，起身起身啊！哎呀，老爷，啊，冇事嘛？做咩啊？唔好埋你，你唔好埋你。老爷，你点啊？哎呀，你点啊？脑震荡啊！哎呦，你睇你睇。真有鬼啊！哼，你啊，年少无知，见识少，但系精力旺盛，所以试下有幻觉。轮到你啊，年轻貌美，身材好，但系始终都系女人，所以感情用事当错觉，当直觉。你啊，指路卖路，老头老乌啄啄，白露为霜，唔睇错，听错，唔听错，讲错。唉，食盐多你食米，行桥多你行路啊。系，你食肺炎，食塞米，行断桥，行错路，所以多个系冇用噶，系有用嘅。今日做帮板嘅就系你，做一柴嘅就系我，你哋话系咪？啊，你分析嘅全部都啱，不过。呢度真系有鬼噶！唉，唔使讲，证据，我要有鬼嘅证据。你唔能够啊，用一间搞到乱七八糟，有几只子弹喺度，就证明呢个世界有鬼噶嘛？如果有鬼啊，我宿舍有鬼，你又教我鬼啦？你睇下呢度几干净，但系唔同喎。唔准再讲鬼，边个再讲鬼，我一枪射死佢！各位早晨早晨，阿 Sir。
My name's 关西，系嚟捉鬼嘅。Get out！呢个地方有啲唔正常噶，我嘅第六感都话俾我听呢度有啲唔正常，系咪啊老爷？我就冇第六感，不过我一二三四五感都话俾我听呢度好唔正常啊！你想吓死人咩？我俾你吓死啊！真啊！大家四周围揾下，睇有咩特别嘢啊！周围揾下，周围望下好啦。行啦、啊！喂喂，咁恐怖都系唔好制啊！哎呀，周围揾下啦，一路莫咁企度，行两步唔会死嘅。行啦、啊，一步，喂两步。小心啲啊！得啦，我会噶啦。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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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！救命！接住我皮带，喂，好重啊！拎住，攞命咩？喂，喂，揸住啊！唔使你救我啦，唔使你救我啦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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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心啲啊！呢边过，快啲救命啊！快啲救我啊！哇！你唔使除咗副烧烧落去救人啦嘛？跳落去，我就嚟有咁伟大啦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嚟接住啦！快啲！嚟放手，放手！阿华，你好重啊！喂，你唔好放手啊！有嘢跟住我只脚啊！跟住啊！跟住啊！快啲拉啦！拉啊！伸手落边走啊！哎呀哎呀！我慢慢点。你睇下，系喎，真系有料啊！仲跟住啊！我点啊？唔好放手啊！嚟拜拜啦，希望只鬼唔好再缠住你啦。王小明老爷、白家杰、关西，你哋去晒边？班仆街啊！等翻嚟咧，一枪打死你！咦？喂，又有你呢度啊？系啊，前面系咩方向嚟啊？系差馆。
点解喺度演噶？一系边个喺差馆门啊？屙尿！始终浸死咗啊！咩话？真噶，佢俾水鬼掹咗落海啊！俾水鬼掹咗落海，戆居咩戆居啊？总之有人戆居啊！边个戆居？边个话戆居？唉，戆居已经系我哋生活一部分啦，仲有边个话我哋戆居啊？戆居打牌啊！小明，嗰边点话？佢话我戆居。夜妈妈，我哋点揾？唉，就算日光日白，你想捞翻条尸都唔系咁容易噶啦。其实同大海捞针冇分别噶咋。哎呀，捞尸又点同捞针呢？小明，听日同我准备个西瓜。西瓜？喂，有冇科学根据噶？冇喎，不过有历史根据。西瓜点会揾死尸呢？西瓜国语点讲？丝瓜，咁啊系咯，丝瓜丝瓜，即系揾丝嘅瓜。小明啊，送个西瓜落海。系。识唔识游水噶？我冇话过我唔识游水啊！老爷，请求你一件事。咩事啊？借你个护身符用用。西瓜点会沉落去呢？条尸就喺下面，快啲潜落去。哦，
埋，塞埋啲枪啊！嗰边我去啦，铁削晒啦！唉，啲咁嘅天使条尸摆到天光，臭到冤都似，臭都冇法子啦！打风落雨，边有人嚟收尸得噶？哇，唔系咁猛系嘛？你咪生人唔生胆啦！头先系两条线唔觉意碰埋一齐，所以产生火花，系阴阳相撞所产生嗰啲火花。你试过有呢啲火花未啊？咦？我副嘢有反应嘅，系定啲定啲。是我的手嗨到佢，你产生火花啫，冇理由噶，咩冇理由啫，系嘛？呢点向边度啊？部嘢撞过嚟，等我纠正翻个本位，我要计翻个本位嘅位置，先至知道呢一点喺边度。等我计计先。又话烧咗个猪笼之后就会魂无栖身之所嘅，而家部机仲响嘅，喂，会唔会你部嘢乱点廿四噶？如果真系魂无栖身之所，咁啲鬼魂会去咗边咧？不在五行中，便在三界内。咁即系去咗边咧？五行就系金木水火土，三界就系宅界，唔系宅界，系天界、地界、人界。唔系，我系话个本位同发功嗰点夹埋一条界啊！而家个本位差本，咁咪即系呢度有啲唔妥啊？啊！啊！哎呀！喂喂喂，佢望实你啊，好似特别中意你咁啊！唔系啊嘛？喂，老符咧，攞嚟啊！唔好啊，唔好啊，你攞支电棍啊！快点！
乜你咁论尽噶？唔怕唔怕，佢入唔到嚟噶，到天光佢就冇符噶啦。佢过紧嚟，我哋点啊？我都唔知噶，我都冇符噶。我有办法。等佢插条锁匙入我个窿度，我就掹咗佢啦。插入去啦。喂，你个窿唔似啊，跟我嚟啊。你估佢信唔信啦？我就唔信啦，佢我就唔知道。佢信啦，信啦，快啲攞锁匙，快啲，快啲，嚟！信你老母！冇事，真系冇事嘛！咁我哋而家点啊？外面大风大雨，又冇船，又冇车，又冇飞机，有乜点？我哋唔可以停留太耐噶。如果水鬼上翻起身，咁我哋咪大镬。既然系咁，我哋不如送入去东湾差馆，起码嗰边多啲人啊嘛。你话咩话？有只水鬼上我哋处长个身，你都戆居噶！你两个搵嘢抹干个地啊！我要闩翻道门啦，唔系再追你咪跌湿个地啦！究竟咩事戆居？呢单嘢就唉，唔使讲啦，戆居嘅事点讲都系戆居。咩料啊？咸鱼？我梗知系咸鱼啦，呢个咸鱼袋啊嘛。我系问大唔大镬啊？有冇手尾根啊？唔做得唔得啊？咁啊？根据程序。同區域劃分，我哋可以唔做嘅。Very very good。喂，唔係喎，幫板，呢個嘢好大鑊噶，搞得唔好手尾好長噶，所以我提議啊。好，老師忽即係老師忽，搞得唔好手尾好長噶。既然係咁，我哋乜都唔好搞，將佢擺埋一邊，聽朝上去總部。咦？呢份咩嚟噶？哦，喺度扶啊 Sir。發現屍體先有噶啦。唔係啊，咁搣咗佢啦。我哋要保持尸体发现时的原状，唔好多啲嘢少啲嘢，费事跟手尾啊！头脑，搣咗佢。Yes sir。喂喂喂，冇啊，搣咗道符，条尸会喐噶。戆居，沙先话有，搣咗佢。Yes sir。喂，佢真系会喐噶。喂喂，你即系师傅入仓，
我哋继续我哋日常嘅工作。叫乜蛋？你搬。嚟，我帮你。嚟。嗯？喂，你两个企喺度做咩？佢边出道符啊？吓、啊？嘿。帮手抬条丝入去，费事阻住晒，快啲去啦！呢度有冇电线啊？士多房有啊！你嚟帮我，你嘅官司我有嚟准备，夹住条丝啊，随时有变化噶。喂，爽啲手啊！喂，你哋整还整啊？咪先至放摊啊！喂，小心啲啊！死得唔眼闭？啊，仲擘大眼，帮你又唔知，眯埋眼。好，喂喂，你啱条丝擘大眼定眯埋眼？吓，眯埋眼噶？哦，我见到佢擘大眼喎。爽啲啦，咁立噶。阿 Sir， 变啊变啊，条丝擘大双眼啊。阿 Sir， 好。喂，阿 Sir， 唔系吓你噶，只水鬼系好猛噶，佢而家现形啦，你哋好走啦，吓。乜你咁烦噶？鬼把蛋，你睇下咩事？我睇过噶啦。叫佢去睇下，帮你打两手啦。陈志华，有，你睇下。Yes sir。当我噶，你嘅咪你噶咯。一叔，诶，唔该晒，清一色三辣，诶，磅水磅水，速速。冇搞错啊！一坐低就出厂。咩事？做咩喂？哇！咩事？咩事啊？咩事啊？你嚟啦嚟啦嚟紧啦！冇事冇事，入面烧标纸啫，我好快会整翻噶啦，攞支电筒俾我。哦，请问有冇电筒啊？我有，我攞俾你。喂，攞多两支嚟叮当啊！老爷啊，嗰条丝人擘大双眼啊！真系真噶。唔该，快走啲啦！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，电筒来了。啊，冷啦！来来来来来。唉，都系攞支电筒啫，系真系。整实啲啊，整实啲啊，跌落嚟噶会。咁啊点啊？唉，我哋继续啊，继续啊。唉，你绑实佢先，冇俾佢停啊。嗯，点啊？点啊？嚟。点啊？冇事啊。诶，嗯，起身啦。打多手啦。你翻人打啦，你咁渣。行啊。唔打咪唔打啦。好，冲翻个靓凉先。哇！你砖块咁湿噶？嗯？哇！屋顶漏水啊？冇啊，边度有漏水啊？系我出汗，我觉得好热，打直啦。哇！你未试过出咁多汗噶、啊？你咪唔妥嘛？唔多事啦。
梦里有咁多汗噶，唔通上咗佢身？你上咗佢身，打咩啊？发送啊！发送啊！喂，唔知佢讲你咩咧？系咁督你背脊喎。做咩啊？冇嘢。停好。收纳。打完。好事。哎，老爷，哎呀，哇，哎呀，别吓，别吓，快点爷，翻桌啊，翻桌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快点收嘛，唔要啊，埋嚟开枪啊，唔要啊，再未打自己啊，阿Sir，冇啊，阿Sir，冇啊，冇啊，唔要啊，再未打佢啊，冇啊，冇啊。喂，你颈有朱砂，嗰只嘢怕你噶，你顶住佢，顶住佢，顶住啊！顶住啊！顶住啊！有麻雀唔打，揾麻鹰捉鸡仔，哎，咁都捉唔到噶。哎呀，你行开啦，等我嚟啊！大麻鹰嚟捉，即系捉捉你哋啊！嚟，我嚟啦，我嚟啦，我嚟啦！咩啊？我唔得，系要佢啊！啊，嚟！我有天价的，你爸爸还是。
翻入嚟啊！只水鬼杀咗草仲犀利噶，翻入嚟，翻入嚟啊！快啲啊！快啲入嚟啊！我开枪射花佢噶，快啲啊！我只系顶住档嘅啫，快啲翻入嚟先啊！快入嚟，走啦！喂，黄志明，明一去啦！水鬼未死噶，吓！哎呦，戆啊！做咩咁多水噶？啊！梗系鸡巴蛋冲完凉唔记得闩水喉啦，快啲闩水喉啊！哦。水喉冇开到啊，系坑渠水涌晒出嚟咋？嗯，弊，水鬼可能附水上身，喺我哋其中一个人身度。肯定唔系我喎，水鬼上身会出汗，全身湿晒噶。哦，而家我哋都系全身湿晒喎，水鬼啲汗特别咸噶。哦，我淡噶，自己奶信唔过嘅，我哋胡奶，胡奶，你奶我咯。嗯，嚟，我哋大家围个圈。哦，嚟嚟，伸只右手出嚟胡奶。嚟啊！边个奶到边个咸嘅？佢好咸噶。喂，你唔可以支持噶！女人点样关制噶？唔好埋你啊！呢个全世界最猛嘅女人，惊未？惊你！我是全世界最善良的男人。
想打死你！呢个时候唔好玩啦！玩咩啊？你只手咯，吓？两只手？咁嗰只咧？你好粗啊！唔使俾面我哋噶，嚟低佢，放手啦你哋！啊，我唔得啦，我唔得啦！哎呀，你唔好走住，唔好走住啊！我唔得啦，我唔得啦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我真系唔得啦！太迟啦，佢走咗啦！老马关都插住佢住噶，四阿仔跟我嚟。点啊？系。而家点啊？揸住佢。揸住。
枪，走啊！中唔开枪，快啲开枪啊！吓，走啊！哦、哎。啊点解系我嘅？